中国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，身怀绝技的当然不止侯先生一家。这儿就是泰山，五岳之中，泰山最为雄伟，又是出名的旅游胜地。这个五岳独尊的石刻是清代光绪33年所立的，而这个写着记泰山名的唐摩崖呢，已经有1250多年的历史了。上面的字是唐玄宗亲笔写的。 由云梯直上，就到了南天门。南天门是泰山第三道天门，公元1264年兴建的。大家都很熟悉孔子，杏坛就是孔子讲学的地方。孔庙的大成殿是专门用来拜祭孔子的，这个殿气势雄伟，它和杏坛都是宋代的建筑物。 大成殿周围有28根巨型的石柱，前面10根石柱呢都刻着双龙戏珠，很有民族特色。这儿是孔子和他的子孙的墓地，面积一共有3000多亩，是中国保存下来时间最长、最完整的家族墓地。经过一条400尺长、两边都是大型石雕的通道，就可以见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崂山了。 据说道教张三丰曾经在这儿修过道，龙潭瀑布由峭壁上卸下来。所谓崂山矿泉水，就是这里的水。我们的摄影队走遍全国各地，无非是想拍摄一些珍贵的镜头，拍摄对象呢，当然也是绝世高人的气功了。现在该轮到高荣祥大师表演了。 这把剑锋利无比，你看，丝毫不假吧？高师傅，首先运气，这位高师傅的气功非常的神奇玄妙，也达到了刀枪不入的境界。 别以为震动肚皮是件容易的事儿，肚皮慢慢的伸缩可不难，可是要像它这么快的震动，那就不简单喽。按理说，接触面越大，危险的程度就越低。像剑尖这么小的接触面是很容易刺破肚子的。高师傅艺高胆大，并不把这看在眼里。 刀剑之下，丝毫不怕。好，哈哈，有本事就是有本事。 宝剑不但刺不伤高师傅，反而被高师傅顶弯了。气功表演大家已经看得不少了，可是，在运气的过程中，身体内部的现象又是怎么样的呢？相信大家对这个问题一定很有兴趣吧？现代的科学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，有几个医学部门组成的研究气功小组，特别邀请了高荣祥师傅来做一次测验，把他运气的过程用仪器显示出来。 我们就可以看到气在身体内是如何运行的了。起初呢，很少，但是慢慢的就越来越多，聚集在一起就有了很大的功力，而且这气还能受到意识的控制，运行到身体各个部位，使得发力和受力的部位都有神奇的力量。现在气已经运行到头顶上了，你看到头顶上的光了吧？ 那就是气功所发出来的热气，
通过仪器在荧光幕上显示出来，这证明气功是经得起科学鉴定的。又是高荣祥师傅的表演，照例呢还是在表演之前先把高给观众们看一看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嗯，够锋利的吧。还嫌他不够快啊，再磨磨他。好，哼，你看这么粗的树枝就像切香肠似的切成一段一段。好，表演就要开始了，先匀匀气儿。这刀虽然锋利，但是就是砍不开高师傅的皮肉。哎呦，对着肚子来啊！哇，切不开。好，自己砍自己，人家也许会说你是留的劲儿的。好，把助手请来了，叫助手拿木方打刀背。再用力一点，呵，哈哈，他又怕人家会说他是跟助手有串通的，干脆请一位观众出来打。你看，这位观众可开心了，因为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拍电影啊。首先教他怎么打法，先由助手示范一次。好，然后由他亲自动手。嚯，哈哈，你看这位老兄越打越使劲儿，真是玩命啊。哈哈，连这位小姐都害怕了，叫她别打了。哈哈，木方都打断了。嗯，那么索性换一把大铁锤吧。由另外一个观众来打。铁锤打上去当然比木方重多了，但是仍然没事儿。怎么打中肚子了？好，你放心，这是故意的。高师傅只不过是想让大家知道，他这个肚子是刀锤不入的。三国时代的名将马超，经常用一种铁弹的暗器，预先把铁弹吞进肚子里，在紧急的关头运气喷出来，打中对方。现在高师傅也来试试表演这玩意儿。他吞进肚子里的呢，是五两重的不锈钢钢弹。好，吞进去了。嗯，下去了。看看清楚，嘴巴里有没有钢弹？已经在肚子里了。不相信？不相信来摸摸。男士摸完了到女士。嗯，童叟无欺嘛。小朋友来摸摸看，肚子里确实有一块又圆又硬的东西吧？除了钢弹之外，还会是胆结石啊！要
要是人人都摸得出胆结石，那还要医生干嘛？现在大家可以证明钢弹确实在他肚子里了。高师傅开始运气。嚯，你瞧他的气功，把气都运到肚子里去。肚子像生水果胀一样，注意别走了眼啊，一会儿他跳起来一蹲，整个钢弹就会喷出来，看清楚了。嘿，怎么样？哎，有人没看清楚。好，不要紧，再看一次慢动作。呵呵，真不简单吧。哎，怎么了？抽筋啊？嗯，有什么东西啊？看看啊，哎呦，原来是一条那么长的蛇啊，真悬呐！高师傅这是搞什么名堂？哎，告诉你吧，高师傅刚才吞了钢珠，现在呢要表演吞活蛇。钢珠是一种死的东西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活蛇呢可就不同了，它的力量相当的大。哇，你看真危险，给它咬着一口可不得了啊。嚯，好，真棒，说时迟哪时快，一下子咬准了他的头，现在往里面塞，塞，哎呦，塞了一半，胀不胀的？再往里面塞，嘿嘿，真不错，现在塞进去一大半了。住他，做个记号。你看，这条蛇还活着呢，尾巴在那动。哎呦，坏了！肚子疼不疼啊？糟了！哎呀！不要紧吧，这一点你就放心好了，我们高师傅气功可不是一般的。蛇呢有一个特点，只会往前走，不会往后退，而且往前走的力量相当之大。现在我们高师傅要运用气功把这条蛇顶出来。看啊，我在运气了。蛇给喷了出来，这真是绝世奇功啊！哈哈哈哈，你看吞进去足足有一尺多两尺长啊。醉拳、醉棍、醉剑，相信大家都见得多了，可是醉气功大概少见吧。高荣祥师傅今天醉了没有十成，我看也有八九成了。嗯，现在他稍微清醒一点。他气功功力之高，高到可以把气施展到全身每个部位，比如像手掌、大腿、小腿、胳膊肘、膝盖、胳肢窝，甚至连头顶脚心儿，总之全身各个地方都行，而
而且呢，他还表现得轻松愉快，潇洒自如。我相信的话，就请你慢慢的欣赏吧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看过他的表演之后，我觉得除了用"叹为观止"四个字来形容之外呢，
再也找不出更贴切的形容词了，你说是不是？这是一块碎砖头。啊，还要把它捏碎呀、啊、行不行啊？这么大的力量，我看不行吧？哎呦，嚯，捏成了粉末了！哎呦，乖乖，如果我要是跟他握一握手的话，那我的手不是变成了骨头渣了？啊，真是太绝了！瞧瞧，一点不剩，成了灰尘了。壮出的好酒，龙翔健身酒。打完。好。好哇，太好了。我们的高老师也是很谦虚的，他说这一次我到，他也很谦虚。请不要拥挤，请不要拥挤。十六，高大师，教我大家表演，脖颈断绳，一根20多公分的绳子套在高大师的脖子上，这根绳子刷了一个力量，拉不断。咱们来，将由24名观众，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拔火，你看。现在高大师在用自己的手，还让我使劲的勒。好了，大家注意观看。好家伙，这就是气功的威力。你看，高大师硬气之后躺下，气血将从他的身上缓缓而过。高大师将安然无事，是惊险神奇的功夫，将你大开眼界。
启动了。好，启动了，大家注意观看，惊险的一刻到来了。好家伙，过去一辆，好家伙，过去了，又是一辆中型客车，过去了，又过去了，好凶险啊！加油！凶险，你看我们高大师怎么样？昨天神不断，要为大家表演的是风雷掌破大石，风雷掌破大石。就是说高永祥先生把气运到双掌上，用到自己的手掌上，用手掌破大石。风雷掌破石，这块大石头它有三寸五厚，将近四寸厚的大石。注意，精彩时刻到了，注意观看风雷掌破大石。第一掌，风雷掌破大石。这样，这石头很硬，这块石头很硬，看来现在是硬碰硬，看大石头硬还是高大师的掌硬。请问风雷掌破大石，第三掌，这块石头有点不听话。好，掌声鼓励我们高大师风雷掌破大石，大家喊高大师加油预备起，高大师加油，高大师加油，高大师加油。好，千斤坠，看来两个小伙子压不紧啊，高大师傅买房子用屁股，这叫千斤坠。这块石头太硬了，是冒火了，展开你看，这个高大师放在这块大石头，好，天津队一屁股终于把这块石头给撞烂了。高大师有点发毛了，这块石头太硬。
师，来自六盘水。
拉紧了。荣祥剑山酒精选数种名贵中药材精酿而成，是中国著名气功大师高荣祥自服自用的跌打健身酒。荣祥剑山酒药功独特，实为强身健体、清风活络、补肝益肾之良酒，长期服用能延年益寿、驻颜抗衰、滋阴补肾、壮阳生津、增进食欲，特别对风湿性关节炎、半边风、蓝骨峰瘫痪等症均有良好效果。以下这个片段是20多年前拍摄的，之所以要保留到现在，当然有它的价值。这一位李老前辈李师傅是山东人，他手拿两把纸扇，就这么扇几下，桌面上的碟子就飞起来了，而且还好像有规律似的凌空飞翔、转动、打圈、插花、回旋，做出各种不同的花样。用现在的名词来比方呢，那就好像是遥远控制一样。哎，看清楚喽，上边是天，吊绳呢是不可能的，碟子呢也是绝对没有穿鱼丝的。不相信的话，用定镜让你看清楚。怎么样，绝不绝？这种神奇的绝技引起了许多科学界人士的兴趣，他们都亲临现场，聚精会神地观察研究，可是没有人能够看得出其中的奥妙所在。可惜这位老先生逝世已久，看来这个答案只好请观众们自己去想。总之，这个世界上是无奇不有的，各种各样的如人高手大有人在。